不用300了，来200块。怎么办？热的，赶快要收了，不要再想了。阿姨，你大摆拢要收你，你唔知我今天收啊吗？你知我今天收啊有几杯啊吗？准两个。好，来刷，无啊，大来，大啊，来啊，你无啊，6个。不是这啦，拢无你啦，6个啦。哎，没有拿钱，不要再劝我抢你，你要了。来，我吧。我来6个。哎，我来。阿姐好来呐，辉哥，阿好来呐。嗯呐，哦，你都要扛呀，都扛到明仔，都扛明仔，我还是我。这样嘛，你去上面来。来，笑起来。哈哈哈！我拍摄也无电了。阿嬤要100块来去，多少钱啊？不敢，要输家爹呢。来4个客人来100块来。阿嬤，金城山，阿帅的啊。爸，来，回来。4个客人，他来黑来。谢谢那个兄弟了。多少钱了？是不是啊？来，沙发。哎，今天啊，伊真正今仔日哦，一只会摆有整十廿八斤啊，啊，这三只是食我的啦，哎，这是食我的。啊，你买单小羹啊啦？不是？啊，你若无敢甲我讲，你要食小羹啊？我唔知啊，你若无甲，拄仔许小姐甲我讲，我是讲因拢唔食，伊哪会变食，我唔着买。我，歹势，等我者，我搁落来钓。无啊啦，应该是我钓半顿去啊。快啦！谢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！来1000块来。柠檬牌的哈，柠檬牌的哈，不要再解释了哈，真的好吃。这样别几克啊，他快小姐照啊。别几克啊，要料啊，这样别几克，高宝的，金价小秀啊，2公斤一样是柠檬牌的。真的很漂亮哦，用煎的用烤的，这样卖一克，卖1900，存2克呢。这样再一克的，来800块来。这个，谢谢，收了哦。哦，来，这是什么等级？对，8块你要搞买一半，是你的买袂该。你拢会当唱红茶，但是爱看牌子哈，来，要看这3片柠檬啊。对，这3片柠檬给做。品质袂做好，歹势啊！无啦，我来收起啊！1000块就收下，我卖你800块诶，一片尔无啦。这啊，那你买一克就好啦吼，800了。你问隔壁这位大哥，伊三日来，我是拢卖900了。真正是高吧？我一个当给我哩呢，要搁上一堆啊，除非是查走。最后一个，做大块。来800块，最后一个呢，800块够了哈。天使 Angel 在天使下。OK，UK 天使下 ，UK。来围场2800块，多卖200，即摆搁降价啊，2800块。这下你有收到金宝呀？同款啊，啊，头摆无买着，就爱记起啊，200块。记呢，你收啊两包300公斤，100块，100块，100，2包100，不是1包100，2包，有收无？有啦，2包100啊。我讲2包100，伊我规个精神错啊，收2片才100，我只讲100。100块，最后2个人就你。各位，大哥，还叫我去做种永吹永吹拢好只，你朋友1万2来100块，最后一个人给我那100块，今日100好多啦，我来拢爱卖100啦，来50只，我来好睇啊，多爱，还叫我卖晒朋友蛋的来，弄完啦，对箱哪一箱？那一箱是什么东西？哦，那一箱哦，哇。那一箱啊，又从对啊，加满那一箱来了，加龙王那一箱来了，那等回来，一点来。好了，谢谢，礼拜六有空再来啊。哎，一块钱。
来来，把那个天使红虾，七八的，已经包两三百，来两百块。你看到要两百两百，你要慢半拍了，就讲话讲讲唔对，明明就是你慢半拍。好了，第一个十班好了，第一个十班的是，我、哦、来了。哦、啊，蛤蟆在肉了，带蛤蟆在肉了哈、啊，来，来阿弟、啊，新年快乐哈、哎！今天是元月一号，感谢各位哈、哦，今天来晚哈、哦，新打港来晚哈、哦，感谢各位，新年快乐，祝大家新的一年啊、哦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大平安，走在吉林，祝你们平安快乐，来，我唱三句话你听，准备听拍鼓来，来讲话，不要英语也卖掉。台语的卖店，国语的卖店，台语的卖店，发国歌卖店，春节晚餐店。好的，好，不然这样，谢谢大家，感谢你们，下次礼拜六、礼拜日再见。好吗？我再黑啊，再黑啊，再黑。下次，不是蛤蟆，不是蛤蟆，不是蛤蟆。我是讲，真正要听我唱歌，还是其他的歌？蛤蟆，蛤蟆，咪走啊！飞龙诶，当然。本来是鱼啊，蛤蟆阿袂起诶，我讲真正要电话唱歌。好的鱼啊。哪一个？那是生的。接你下就好了。可以上。我好。过来啊，给钱来，我到尾来录咧。过来，等我一下，我起来哈。OK。OK。准备问电话搞有。有。电话。我已经做明天了。啊，明天你要直播呢。嗯能不能快接不了啦？没在啊。我私底下拿名片给你们接好了，好不好？那我再一个一个回答你。你妈睡眠已经不足了，我跟这这点位位。啊，老何刚有到神。老何，我马上来。对啊，我就会推进来一点，啊，客人就站进来一点。所以下雨也是有。下雨，客人也是会来找我。好 ，OK。只要不要这红胎啊。啊，这红开我都不是我来了，是我做来。好了，谢谢你啊，两位大哥。好，感谢两位，感谢两位。那、啊、你们都知道了哈，就这样啦。把你们塞满了，把你的行李箱塞满了哈。我私底下再给他们，你好，今天那个，那大家拢卡，我随便他讲吧。没办法，明天拿哦。私底下就好了。私底下到下面留言，我一个一个给就好了。拜拜，拜拜，大家拜拜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好了，就这样子，拜拜。你可不可以去保镖？啊，好啊，菜了，好吗？对，礼拜六日下午2点开始。好，大家吃饭吧。大概直播3个小时。阿妹啊，蛤蟆你该算了啊！我是讲蛤蟆太薄，不过来挂钱。真正哦，是我背一粒。阿妹啊，不是，他是说出了台风的话，一定会开，就算很大的雨，他也会开。我问你，公司这种话，我你敢背？太公背，他是我背一粒。那你们就可以赶快趁它还没红的时候赶快下来，下来买吧。等到它跟又封起来的时候，可能又买不到。好，新年快乐！那我们直播就到这边，拜拜。不是啦，我们私底下的。不是电视台啦，就是我用啊较夸张做些物件。我唔好没广告嘛，有直播，有直播啊，在网络上有直播啊。一张投资上先发给他们，对不对？谢谢你。只有，然后啊，不恐怖的吼。我今日无想要搁猜咧，搁猜咧我做无用，我今六支啊。你只，你过来看。几小时？41天，很短很快啊，无张博阿姐，无啦张力啊，张力哥，加加加，我姐在线啊，拜了，大哥你们有，所以当时你们有买蛤蟆吗？没有，没有，嗯，哎蛤蟆没有，蛤蟆，蛤蟆，三妹，我还等你要。这里没蛤蟆不？有。我今天把钱拿下来，等下再买回来。